一栋、二栋、三栋，我拢不懂。I just want my 万花筒 ，feel so good。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曹郎王立彪。节目啊，每一次呢，我们都要带动大家气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先来一个终于万花筒，哦耶，对不对？哎、对，每个节目好像都有一个口号哦。是啊，这样子大家就会马上就热腾起来。对，比如说还有哪些好玩的口号呢？哦，还有啊，一个很好的节目啊，就是下半身的动作。下半身的动作、有没有下半身的动作？哦 ，yes。哦，这个大联盟。哎，对对 对, 对, 对、嗯。那还有上半身的动作吗？无比，有没有？哦啊，其实每一个节目呢，都好像需要有一个口号作为这个观众记忆点，大家印象深刻、你这样讲，我就想起来，其实歌星好像也都需要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歌星如果有一个动作让大家记得的话，他将来啊一定是前途无量。比如说，哎，比如说手这样一动，林志颖，是不是啊、就知道是林志颖啊，大家就会 那比如说下半身，嘿嘿，Michael Jackson， 换边也是可以啊，呼呼 ，Jackson Michael。还可以从左边到右边哦，嘿嘿呼呼，嘿嘿呼，神经病了啊！好，不过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希望大家看我们节目能够开心就好。哎，那博君一笑啦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这四位的特别嘉宾呢，就没有办法博君一笑，他们是很严肃的。平常有这么严肃吗？演戏哦，演戏的，全神贯注的、投入的、流泪的、哭喊的。是是是，我们赶快来欢迎我们今天几位嘉宾。首先介绍张晨光、张玉燕。两位呢，其中一位也在综艺界有很好的成绩。对，他真的厉害了，又主持节目，而且这两位都主持节目又演戏。是的，是的，跨行跨的蛮厉害的。让我们欢迎的是胡佩莲、文英阿姨。耶、好，不过呢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Top 5的主题呢，跟这个青少年也有点关系。哎，父母他们觉得青少年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啦。哎，稍等，回去收看我们的专业万花筒。好耶！快走！好耶！接下来我们要再次郑重介绍我们今天四位嘉宾。首先欢迎我这边的两位，都是美女文英、吴佩莲。姐妹情深，你看牵着手出来的。那下次衣服也可以这样互相调换一下穿的话。其实阿姨，你不要看她，其实她西装外套里面就是那样。真的吗？你好奇怪呢。哪里奇怪？你怎么不看我的脸，看到我这边干？我有那个嗜好吗？看脸，看脸。色狼。要进在公共诶，你买卖要严重。属于自己家。不过这边是母女的。哎，他打我屁股哎，怎么办？不要帮我做主啊！我说色，他不是色狼，色娘，女字边的。好，这边是母女党，另外那边是情侣党。哎，让我们欢迎的是张晨光、张玉燕。欢迎欢迎。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，尤其光哥现在也主持节目，特别忙了。今天完完全全是因为这个张玉燕的关系。张玉燕她说啊，她平常啊都是在演戏，没有办法这个适应这个综艺节目，所以说特别把我给拉过来啊。对，哎呦，乱讲乱讲，她爱爱钱呐，爱讲乱讲，爱奖金啊。那听听张玉燕怎么说好了。没有，因为要参加两位超级主持人主持的超级综艺节目。必须要张哥来帮我壮胆，我刚刚在后台好紧张，还先打了一针强心针才出来的，真的，现在心都还在跳。我摸一下，对要用那句话来治他，是啦，才不是的。不过张玉燕最近真的很辛苦，因为这连续剧正在上档嘛，对不对？听说就是今天拍的，是明天播的，这样子好忙碌啊。我待会儿换个衣服就可以去隔壁棚录监视器新部了。哦，我们的张玉燕演新部很有说服力，最漂亮的新。进步哎！欢迎嘉喜，最漂亮的婆
婆婆婆啦，即你婆婆啊，你的手型不是啊，第三单元我是婆婆啦，哦，我跟杨贵妹，你嘛有演哦，有啊，哎呦，有婆婆的戏。少不了我啦！是是，这个这个。哎呦，我还以为他演新妇呢。对啦，本来是我要演新妇啦。对我来说，我不要。你哪演新妇？我还要去拉皮书记。对对对，而且我们文英阿姨来演新妇，就找不到人再来演她的婆婆啦。对啊，该找谁演婆婆呢？有还有阿皮婆哎。这不是我讲的，这不是我讲的。好，那么今天四位来，我们要先来看一个这个非广告。是啊，没错，我们在这节目里面呢，我们都会拍一个广告，让我们自己来过过瘾啊。是为我们节目做做宣传啊。对对对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广告急转弯。不被做好，无匹薄，就是女主持人爱疼惜男主持人，安尼观众自然会幸福，节目自然会好看。真心磕的，来啊！我来跟你好好来疼惜嘞！啊，你冲啥啦？前我们要现在进行的是抢答，抢答可以决定这个抢答权，所以说你们要赶快把手放上来，仔细听好题目，谁答对的待会就可以先来看看 top 5的题目要不要先答，请注意听我们的题目，很简单，华视上一档的八点档连续剧剧名是什么？好，张月夜，果然是八点档连续演员，好，请说，秦庸，秦庸，恭喜，抱歉，压低，压低，安诺，五元。五元哦，兄弟有缘续集，兄弟有缘 Part 2答对了，恭喜！今天我们的题目呢，我们访问的特定对象就是青少年的父母。一般现在都是小孩子都自由谈恋爱嘛，对不对？自己选择结婚的对象。那么请问，父母会对反对这个儿女自己选择的结婚对象，原因都会有哪些？为什么要反对？为什么呢？先打还是后打？有信心啦，给他们打。有信心没把握。不后悔吗？不会。不会啊。不可能全部答对。好，很有信心，但是我们也要给张晨光就好，给张晨光、张云月加油一下。请问父母会反对儿女选择的结婚对象的原因是什么？好，开始。心不心不？怕受骗。怕他受骗，怕受骗，可能那个人长得像坏人一样，像坏人哦。好，怕受骗，有没有？哦，哎，品德不佳，可能把他拐跑了啊。就是对方的条件，还有经济基础不够，哎，没有开个什么螃蟹店呐、啊，这个蛮重要，没有接戏啦、没有小老婆啊，经济基础不够，有没有？现代的青少年的父母来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啊！不要喊了，不要喊，我知道了。长相不好，以貌取人，啥优生学的观念？对对对对，个子不够好啦，好，长相外观不太配，来，有没有？健康健康的问题也是要考虑的了啊！有没有？年龄是否合适？对对对，年龄的问题蛮重要的。来，年龄有没有？年龄才对啊！好，再想省级，省级哦，现在好像都没有了哦。但是这曾经有一段哇，韩籍都是赶快偷假的。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求证一下好了，好，好吧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啊。那么省级问题是不是？那我们轻轻松松的问有没有？那我们随便晃一下好了。省级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看了，这个不是问题了。再想想看，现代的青少年的父母哦。1秒钟，2秒钟，3秒钟，4秒钟，5秒钟，
好了，我们答不出来，他们也答不出来啦。好，答不出来了，放弃了。来，唯一而已，胡佩玲有没有答案？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，五秒钟。张成功来了，你要骗我？太太啊，你招来家中了啊？什么答案？家数不清，好像他爸爸啦，还是妈妈？不是我爸爸。等一下，你要跟他讲。有什么前科啦，还是什么？好。敷衍一下，敷衍一下。好像没有啦，他没有脸，我一看就知道。可能有，可能有。家世背景太复杂，不太清白，有没有？我看你的脸，我知道没有啦。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那个八字不合啊什么的。对嘛，讲了半天，这么简单的问题。很简单的嘛，对，一定这个要结婚的时候一定会想要先看看八字啊。对，有没有帮夫运呢？对，八字不合很重要，八字不合有没有？所以说，虽然现在是这个社会蛮进步，但是科学的这个先进，有一些问题大家还是蛮在意的啊。来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，五秒钟，有没有？恭喜观众朋友，你的机会来啦！我不能结婚。恭喜各位观众朋友，血缘的关系，也许是表亲啊等等等。哦，很聪明哦，我们来看看血缘关系有没有接近了。好，对，因为他们是同姓，姓曹，曹其他人曹兰，这个不太好。这个，张玉燕和张晨光，那怎么可以？也许可以结婚了。你觉得这个800年前还是一家嘛，对不对？同姓有没有？张晨光、张月领先2分，暂时领先。好，所以第二题呢，可以请你们来听听看，考虑要不要先答，好不好？听一下，我们这个族群的访问是一般人，一般人，成年人，路人。请问，除了自己在家里面，或者是自己到别人家会脱鞋之外，什么时候你会脱鞋？很简单吧？在外面的时候，不是在家里，也不是在朋友家的时候。先答还是后答？给他们答了，给他们，他们不怕五个都答出来，就是他们也没有关系，他答不出来的了。很有自信，来，文一，胡佩玲鼓励一下。来，请问除了在自己家和到别人家之外，什么时候会脱下鞋子？买鞋子的时候。买鞋子，哎，来，有没有？好了。比如说去沙滩要涉水的时候啊。我涉水有没有？来，再想，加油！鞋坏掉啦，鞋坏掉啊！阿都阿伯那边口口欠了，鞋坏掉，来，鞋坏掉，有没有？鞋坏掉，有。哎，对了，再来，好，再想。我看我无声歌呢。一秒钟，两秒钟，好了，受伤了吗？脚受伤，比如说你被钉子扎到，你是不是要脱下鞋来看一看？对对对，别赶快去看医生，打这个破伤风了。脚受伤有没有？也许在后面。比如说鞋子里面跑进东西啊，什么小碎石、沙子啊，一定要把它脱掉，抠抠抠，倒一倒，用的干净一点。嘿，对了，鞋子跑进异物，来看看，有没有？还有一个就满分了，加油！最多的这个，对，不要让他们抢过去。如果啦要跟人家打架，我就脱鞋子打他。漂亮，你这答案多有创意！好，那个玩 gay 时阵哦，来对着色狼的时阵，对不？高跟鞋可以给他扣了，对不？不是啦，碰到你才会啦，色狼啦，碰到坏人的时候啦，拿鞋子 K 他啦，脱鞋打人，有没有？对，那个太暴力的啦。太闹了。想一点正常生活当中比较常发生的事情，来想想看。比如说，好，要去给人家擦皮鞋的时候啊。擦皮鞋就是要把鞋子交给人家的时候。修鞋啊，擦鞋啊。一定要脱下来交给人家处理嘛。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是这个意思。五分钟后再来拿这样子。好，修鞋擦鞋有没有？有。
么样？我们不可能。我的眼睛好拉挂掉啊！哎哎，拉阿哥是家己买来学的呢，喂。看人了无点呢？对嘛对嘛，你啊，看一百块贵点呢？你啊，跌破眼镜。哎、欸，你也在出几本骂人手册，完全骂人手册。你这个不是骂，这个不是骂。什么骂？你在平常时人讲卖看了无点，我是在了我一百块贵点。不能。不过文雅也很可爱啊。今天我们这个民意调查 top five 的两题总成绩已经揭晓了，文雅一跟吴北莲得到20分，张景华、张宇得到7分，恭喜！恭喜文雅与吴北莲，两人都不对。至于在 top five 以外有哪些有趣的答案呢？比如说会把鞋子脱掉啦，比如说你有时候进到庙里面，然后有规定要脱鞋，脱鞋拜拜了。那打保龄球的时候要换鞋啊，换鞋子的时候也要脱，但是这个答案都在后面的排行啦。那另外这个父母会反对儿女的那个结婚对象，为什么呢？有一个很可爱，因为呢他夹菜。吃素是宗教信仰不同，宗教的不同，是，但是都在这个 top 5以外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赶快到街头去瞧一瞧，我们街头的朋友对于这两个题目还有哪些意见？来，民意调查街头秀。我希望他长大后一定嫁给中国人，不要嫁给外国人。最好不要长得像黑道人物，面目狰狞，让人觉得可怕，不好相处。就像踩到脏东西啊 ，like shit， 我就把鞋子脱掉。碰到色狼的时候，我就会把鞋子拿起来打他。金黄包，门不当户不对。哎，我们要恭喜胡佩莲还有文英阿姨。哎，可以来玩这游戏啊，拿奖金了。阿姨要不要别人帮你带跑啊？要。哦，阿姨。啊？我不高兴了。帮人家带跑，为什么不高兴了？对呀、啊。好了、啊，为了阿姨，我为你。哎，你们出卖都要砍来砍去，有话就把。瘦狼跟瘦娘，好，那么这张晨光帮我们阿姨来跑，然后跟胡佩莲搭档啊、那么在一开始我们现在看一下里头有什么角色咯。今天的造型又都是哪一些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些辛苦的同学们请亮相。好，仔细看好哦，请就位，请关门，赶快进去，门不当户不对，胡佩莲先来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给他加油加油，胡佩莲加油，你有30秒钟的时间，30秒钟的时间，希望你能够对到很多队。来，计时30秒，开始。14。首先看到第10号门，门是第10在哪里？回来关门，回来关门，不要忘记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要找几号门。13号吸血鬼在几号呢？1号吗？哦，又对中了，好厉害哦。接下来我们看看他要跑几号？12号门，12号门是个野人，野人在哪儿呢？在1号。又对中了，真是厉害！接下来看看他跑11号门，11号门是一节，我马上直接4号了，哇，好厉害，都答对了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来，不错不错，这个湖北人有点紧张，所以这个游戏规则没有注意好，否则应该呀、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。好、下次要记得回来叫关门，但是成绩也不错，因为他对中了4队，哇。2000元了，好，文英阿姨，好来，我给张晨光加加油，不要故意，不要拿到。计时30秒，张晨光门不当户不对，开始，加油，哎。可以看到10号门是一个秦庸，秦庸在哪里呢？赶快找找看，来，凭自己的直觉，2号，耶，是一个巫婆啊！再去找那边的题目门，看看找的是什么题目呢？10号又找秦庸，秦庸到底在哪儿呢？是3号吗？很抱歉，又没对中了，显然时间已经快要过去了，快来不及了，怎么办呢？日本人在哪里呢？2号终于对中了，赶快关门。接下来看看8号，8号是一个猎人，猎人在3号吗？哎，又对中了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！哎，光哥是我，哇，也是不错的成绩啦。这张晨光对中了2队，很厉害啦。我不是故意的啊。他们有告诉你啊，你都没听到。不过基本上你们也不错啦，因为他们对中了6队，所以可以得到奖金6000块钱。哎，也希望下次有文雅你能够来自己来的时候，自己来跑跑看。好，那当然，我们在这边也希望这个张玉燕能够在这个媳妇拍完了之后，也能够再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综艺万花筒。哎、hey, ，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四位张晨光、张玉燕、文雅与胡佩莲，谢谢。那么，下次我们再看我们的综艺万花筒。